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感谢海涛法师和生命电视台，以及各个到场。凡事聚在一起，一定有缘。佛法讲因缘法。任何一个小的因缘，都可能会带出大的结果，因为万事都是由小到大的，有一个发展的过程，所以因缘特别的重要。在佛经里边，处处都讲因缘。因为没有因缘，就不能够成事。不管是成好事和坏事，都要有因缘。我们当然是要成好事，而且要成殊胜的好事。这个好事的最大目标就是两个，一个解脱，一个成佛。要成这样的好事，当然也需要因缘，而且需要无量的因缘。但是最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因缘。比如说，我们曾经到寺院里走一下，看到了佛，看到别人都礼拜，我们也合掌恭敬随喜；看到别人念佛，我们也随喜念一声阿弥陀佛。就因为这一个小因缘。可能就今后能够成佛，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说：“一生南无佛，早已成佛道。”过去曾经合掌恭敬、称一声南无佛的人，现在早就已经成佛了。这就是因缘的重要性。我们学佛就是要结善缘，广结善缘。因为善缘有这样重要的意义。今天是佛一，不单有法师、居士，还有不少的大学生参加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可以在一起学佛，广种善根，广治德本。今天的佛一大概是这样进行。台湾的习惯呢，普通的佛一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4、5点钟。今天我们是到5点，上午9点到11点半，11点半以后上供，专门有常住的。居士们负责这件事情。下午1点半开始，到5点，上午我们就不打算再休息，我们先讲经，讲完经以后就经行、绕佛、念佛。下午呢，我们先回答问题，然后。绕佛念佛，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程序。5点以后，法会基本上就告结束。但是今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星期六我要上网讲经，所以到了7点半的时候，我还会再讲。今天是讲二课和解的一些内容。平时我们讲经也都回答问题，所以如果今天下午没有回答完的问题，晚上还可以再问、再回答，这都是互动的，不是死死板板的讲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并没有什么局限。下面我们要讲的经典是《佛说
太子刷护经。这位太子呢，是阿舍世王的太子，他向佛请问了一连串的问题，佛都给予了简明的回答。请各位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开经偈，大家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佛说太子刷护经，悉尽三藏诸法护义。佛在罗月祇奇独觉山中时，与千二百比丘、菩萨万二千人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诸天王、梵世及乌央树人民、鬼神、龙皆来聚会。阿舍世王太子名为刷护，从国中与群臣长者子五百人，各持黄金花盖出罗月国，相随出至佛所，持黄金花盖上佛椅，插手却插手持，头面着地为佛作礼气敬，皆插手住。佛说法当时不止一个处所，我们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是奇树几孤独园，这里呢说七独觉山，山中肯定有道场，所以在那里讲经说法。除了佛的常随众千二百五十比丘以外，还有菩萨一万二千人，正好是比丘众的十倍。这些除了这些菩萨以外，还有在家的男居士、女居士，以及各天的天王、梵天王、释提桓音等，还有他们的无数天人，以及地上的人民，还有鬼神、护法龙神都来集会，可见这个会非常的盛大。阿舍世王的太子名字叫刷护，他和国中的人民以及群臣还有长者子一共有五百人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黄金装饰的华盖。华盖是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的伞一样，一方面要是有雨的话遮雨，没有雨的话遮太阳。不过呢，不像我们这种尖顶的，而是平顶。我们从一些壁画上或者电影当中也能够了解古代的这种器具。他们每个人拿着非常庄严的黄金装饰的花盖，就从罗月祇国相随一直到佛在的七独觉山中。他们用伞盖供养佛以后，那么就插手的动作跟我们现在的合掌不一样，就是十个指头交叉，这是当时的一种礼节，和合掌都是共存。
然后大家一起为佛顶礼，顶礼佛陀以后呢，又插手恭敬的站立。住就是站的意思，好比我们平常说四威仪，行住坐卧，住就是站立的意思。阿舍世王太子刷护白佛言：愿欲问事，如佛肯说者当问，不肯者不敢问。佛言：在所问事。这时候呢，阿舍世的太子就代众请法，所以他是当机众，是当机众的代表。因为不可能大家七嘴八舌一起问，要有一个代表。那么这一次法会的请法的代表就是阿舍世王的太子。他首先非常有礼貌地说：我们想请法，但是如果佛能讲的话，现在的这个时间适合，那我们就问；如果不适合呢，我们就不问了。先看一看适合还是不适合。佛说：你们可以问。太子白佛言：菩萨何因缘得严假端正？何因缘不入女人腹中，与莲花中化生？何因缘能自知前世宿命之事？愿佛大恩，当为我曹说之。我曹啊，就是我们。他每次问呢，不是一个问题，一下就问好几个问题。不过呢，佛的回答都比较简洁。佛告太子：能忍辱不怒者，后生即为人书好，不淫逸，不与女人交通。若受狱中时，人生一岁一月及七日者，后世生便自知宿命，无数世以来之事。阿舍世王的太子问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的。太子首先问：菩萨因为什么样的因缘长得非常端正？我们世俗的人不说端正，我们说长得女众，我们说长得漂亮，男众我们说长得英俊。不管女众男众，在佛教里都叫端正，端正就是长得好。那么稍微差一点呢，那我们世俗呢叫标致。如果用英语说的话，漂亮美丽就叫 beautiful。 如果男众的英俊 handsome， 如果标致的话 pretty， 其实都有相对的词。不过呢，佛教里边用端正的时候比较多，所以对这个词不要误解。因为我们不论男人女人，都愿意自己长得好，最起码长得不丑，丑了以后形象会给内心带来一些影响，并不是全然没有影响。长得高大英俊的人，长得漂亮的人比较有自信，长得矮小丑陋的人就缺乏信心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跟往昔的修行有决定的因缘。人人都想好，那你必须种好的因，才会有好的果。这里佛回答说，能忍辱不怒，后生做人的时候就长得端正。所以贪嗔痴三个方面要想长得端正，第一就是不嗔。不嗔包括不生气、不发怒、不害别人、不起怒害之心。我们看，不要说后世，就在这一生当中，如果我们人发怒的时候，面目就会改变了。改变的时间长了以后，就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，这个人就不好看，凶神恶煞的样子。别人见了以后呢，就会产生畏惧心，害怕。所以菩萨的布施当中有一个布施叫无畏施，就是不能让众生害怕，而是能够让众生愿意和你相处，愿意亲近你。所以一定要断除嗔心。嗔心对于修行是会造成很大的障碍。有的时候佛教当中说，一念嗔心起，八万障门开。你对人家有千好万好，有一天你发了怒了，你就给人家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。你再怎么解释，恐怕都不好办。我这个人呢，恰恰就是这个毛病。平时我的耐力非常好，你怎么折磨我，我都不会动摇。但是，我三忍八忍，到最后忍不住了，我一发火就麻烦了，因为我发起火来什么都不顾了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所以往往呢，就是啊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这一件事儿就完了啊。以前所有的好处在别人眼里好像都不见了啊，大家就很奇怪，这个人平时很好，怎么一下子这个样子了啊。所以呢，修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忍辱。我们平常说忍辱负重，忍辱才能负重。忍辱是因，负重是果。如果不能忍辱的人，显然你不能够负重，你担当不起重任。而且在佛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，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忍辱，爱发怒的话，那么你将来就没有好的长相，众生见你不欢喜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说，怎么样能够广结善缘，广度众生呢？所以即使为了佛法，为了众生，也要和颜悦色，慈言爱语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我们没有什么本事，没有什么大的功德，但是就这一条就能够结下善缘，将来就能够向好光明。所以这一条呢就很重要。下面阿舍世王的太子又问，和姻缘不入女人腹中，与莲花中化生。佛说，不淫逸，不与女人交通，这样的话就能够得这样的好处。我们平常的人都会入胎、住胎、出胎，就是说我们会投生到妈妈的肚子里，
在那里边长大，然后再被妈妈生出来。但是菩萨不一定入母胎哦，入了母胎也不一定昏沉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怎么才会有这种结果呢？佛在这里说，就是不淫逸。大家注意听好了这个词，不是仅仅不邪淫，是完全没有淫逸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轮回的根本就在于众生有欲望，一切众生以淫欲而正性命，如果没有淫欲就有可能解脱。所以不淫是修行的非常重要的内容，不仅仅是不邪淫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在《楞严经》里边说的格外的明确，只要你淫欲没有断，就不可能跳出轮回。阴心不断，尘不可出，跳不出轮回。所以佛对我们在家的佛弟子说，可以有家庭，可以有小孩，这是方便说法。最终行菩萨道，确实可以有家庭，可以有小孩，但是呢却没有淫心，它只是随顺众生的因缘而已。这二者有非常重大的区别。因为佛经里边我们看到好多大菩萨乃至等觉的菩萨示现都有家庭，有妻有子。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大菩萨？因为他们没有淫心，虽然有淫的这件事情的行为表象，但是没有实质，这是很大的区别。所以菩萨的修行不离开众生，不离开众生的烦恼，但是自己清净自守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，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。太子又问，何因缘能自知前世宿命之事？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往昔自己的事情？这不是靠算卦的，不是问别人的，是自己就知道。佛说，如果在寿命终结的时候，虽然可能是一年或者一月或者七天，在这个当中都能够供佛、供法、供僧，能够修行，种下这样的善根，那么将来就能够得宿命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全心全意的供养佛法僧三宝，跟随佛法僧三宝进行修行，就会获得定力，加修神通以后就可以获得神通。而且有的时候也不见得非要修神通，那么一些比较不太大的宿命通，如果有福报也有可能报得神通。我们人中有一些人就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，不是很多，像佛就知道无量的事。那即使是大阿罗汉，他们大概只能知道八万四千大劫以内的事，以外的就不知道了。所以纵然是宿命通，也有层次的
区别。太子白佛言，菩萨和因缘身有32相，和因缘有80种好，和因缘人民有见佛身者，是之无厌极。佛告太子，本为菩萨时，好喜布施种种杂物，于诸佛菩萨及师父母人民，在所来所用事故得32相。菩萨当有慈心，哀念十方人民，即缘非软动之类。如是赤子，劫欲令度脱，用事故得80种好。菩萨见愿家、父母、亲事等无有益，用事故人民见佛，视之无厌己。太子又问佛，什么因缘佛有32相80种好？什么因缘使见到佛的人都看佛没有够的时候？佛解释说，佛在成佛之前修菩萨道的时候，就喜欢种种的布施，一切好的东西拿来先供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多多的供养佛陀，那么就会得到32相80种好。不单供佛，而且供养菩萨、师长、父母以及一切所需之人民大众，如果有来索取要求，那么就尽量的给予帮助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就能够得32相。再加上菩萨如果有慈心，哀念十方人民，以及包括那些非常弱小的，甚至用眼睛看都看不到的动物，看他们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心里边只是要度脱。由于这样的话，就能够得到80种随行好。另外，菩萨即使是看和自己对立的人，乃至仇人，也不看作是仇人，看他们就像自己的父母，就像自己的兄弟姊妹等无有益。这样的话，所以成佛以后，大众见佛非常欢喜，没有疲厌。这个问题看来好像不是很大，其实非常大。佛为什么相好光明？相好光明到底有什么用处？佛不单有相好，而且有光明。只要人见到佛，身上什么病都没有了，什么痛苦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的相好光明吸引他，他目不转睛，心里边不会再有杂念。所以即使身体不好有病，完全感觉不到。由于感觉不到，身心调畅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也可以治病，过后呢，再看病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见佛是非常殊胜的事情。很多经典都介绍，人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见佛，见了佛以后，个个都欢喜得不得了。当然也有特殊情况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，那还是要看和佛的因缘如何。如果往昔和佛没有什么善因缘，他见了佛也不产生欢喜心，就很一般。他好像也看不到佛的庄严形象，也看不到佛大放光明，
因为他有业障。太子复白佛言：菩萨何所因缘之身经智慧及陀罗尼行，何因缘之三昧定义得安隐，何因缘佛所说皆快善，其有闻者皆欢喜信受。佛告太子：菩萨喜书信，受封诵学，用是故知身经智慧，得陀罗尼行。菩萨常喜专心正义，用是故得三昧安隐。菩萨所说皆至诚不起，用是故所与人民皆信相，闻者莫不欢喜者。太子继续问佛：因为什么因缘菩萨能够了达经中深意，对很深的经典也能够了知其中的智慧，以及能够知道陀罗尼的内涵？佛说：因为菩萨在修行当中喜欢书写，喜欢思维，喜欢读诵，喜欢背诵，就是说菩萨非常喜欢学习。如果我们现在不喜欢，说明我们以前这方面也比较差，如果我们喜欢，说明原来就有这样的善根，那我们记性就好，我们就能够比较有智慧，继续开发智慧也比较容易。昨天晚上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年轻人问我，他考了好几次就没有考上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他考这个消防系统的工作，他说考试呢都大量的背法律方面的条文。我一看呢就知道了，他不喜欢，因为他喜欢的是电脑，他怎么会喜欢背枯燥的法律条文？那学习法律的也要有往昔的善根，他不嫌枯燥，他认为津津有味啊，这样的人才能学法律。你见了那个条文就厌烦的要死，怎么就能学会呢？后来我问他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？他笑了，他那意思是说，可能当时父母给他选择的，因为认为这个工作比较稳定，收入很好。其实他不爱好，我说这就是病根呐，你不爱好怎么能够喜欢学习呢？让你背那些东西，你怎么愿意背得会呢？我说没别的办法了，你现在呢，可以换一个你感兴趣的内容，你重新学习。他说不可能，如果考不上要退学费。那意思说不喜欢也要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把不喜欢变成喜欢。怎么才能喜欢呢？就是反复的读诵，读的时间长了以后熟烂于心，不但考试没有问题，你也会比较喜欢。就像有些人呢学习中医，家里从小就让他背那汤头啊，好几本书必须背会的，谁管你有没有兴趣？家长才不管你，就强迫你背。你背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兴趣，因为人们有这种需要，你会得到鼓励，一看你懂得很多，大家都很欢喜，这会给你一个回馈。法律条文也是一样的，虽然你现在不喜欢，
但是当你背会了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的知识增加了，你会有信心，然后慢慢的就不觉得在枯燥。好比说背圆周率，你说它有什么意思？它没有意思。3.1415926一直背下去，它不循环小数，没有任何重复的，没有什么规律，完全是锻炼记忆力。但是背的时间长了以后，你的记忆力大大的增加，你就会喜欢背这种完全没有规律的东西，因为这样才锻炼自己的记忆力。有一个小孩子只有5岁，参加世界比赛，所有的人都已经不背了，因为背不下去了。他连续背了5个小时，老师都不耐烦了，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，他还在那里背。最后说，小朋友你不用背了，因为你绝对第一了，别的人早就撤摊子了。哦，太厉害了，这靠什么？开始肯定没有兴趣，背着背着就会有兴趣，所以呢让他去背。佛教背东西不是靠死记硬背的，是靠诵，诵一遍又一遍，读一遍又一遍，读得多了以后呢，读的东西会从内心流出来。所以佛教背东西呢，整本整本的可以背，它不是靠死记硬背的，是靠读诵。读诵也不是我们这样平常的速度，是越读越快，读到最后快到不能再快的程度，所以读经速度非常快。我们大家集体诵经，为了整齐敲之木鱼，那个速度慢得很。真正念经的人念的速度快，有的人就不知道，你念那么快谁能听得懂？为什么念那么快？他有道理的啊，念快就能背会。好比《金刚经》，用比较普通的速度，要20几分钟才能读一遍。如果用快的速度，15分钟；如果速度再快，12分钟。快到恐怕不太容易快了，就11分钟甚至10分钟。我见过最快的9分钟完成，那个你已经根本听不清楚一个字一个字了，他在那哼哼哼哼就背完了，啊！我们有一位居士，天天诵《金刚经》，工作很忙，到寺院去开法会，法会开完了以后，他还穿着海青跪在那里，我们就听到嗡嗡嗡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干什么，一看呢是他跪在那里在诵《金刚经》。9分钟送完了，所以他没关系，你们先忙着去收拾东西，他跪一下，一会儿完了，完成了，每天最少送一遍，这是他给自己发的愿啊，定的定课。即使背不会，那是因为没想着要把它背会，如果背会的话马上就背会了。所以呢，利用枯燥的东西锻炼自己的记忆力，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你去做，不做不会有，做了才会有。菩萨由于喜欢学习，所以以后的修行当中就能够得到理解深经、开发智慧以及能够小了陀罗尼的这种功德。陀罗尼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陀罗尼就是咒，咒就是总持，持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，这是咒和陀罗尼的正确解释。有的人不知道，就以为是念一个什么几个字，然后就有什么效果。念这几个字确实有效果，但是这几个字不是随便编出来的，它是一种多级高度浓缩，展开来就是经典。比如说揭谛、揭谛波罗揭谛、波罗僧揭谛、菩提萨婆诃，这是心经最后的一个咒，它是把心经压缩以后的一个咒语。也就是说这个咒语展开就是心经，而心经本身
是大明咒、大神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它也是咒。把心经展开，就是600卷的大般若经，咒是这么来的。所以我跟这个年轻人说，我说你把他要考试的题一道题一道题全弄好，他说都是现成的，就是背就好了。我说好，一道题你给他几个字或者一句话，都弄好了以后，你把这几个字或者一句话再浓缩成一个字，然后你再把若干题连成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那么4句28个字就是28道题，那变成一个句子的样子，你去念，把这个背会，背会以后，一个字展开是一句话，一句话展开就是一道题，啊，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背东西的，所以我告诉他，啊，这个就很简单了，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背会大量的东西，你不用发愁，只要你那一个起码的句子你能够会背，其他题慢慢一下子就都出来了。啊，他听了以后他可能决定要试一试，我说你试一试啊，很快就会有效。为什么讲这个内容呢？是因为我们有不少的大学生，大学生不可避免的要学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居士平时也是要背大量的东西，所以告诉这种方法呢，可以背会大量的内容，不用为此发愁伤心哦。2次没考上，我说祝你第3次考上，你建立信心以后就一定能考上，因为没有信心，不感兴趣，又没有人指导，没有正确的方法。